国家银行金融市场委员会指出，随着马币汇率持续复苏，出口商如今更加热衷于将外国收入转换为马币以及汇回,回国。国行点出了，今年第三季马币是全球表现最佳的货币之一，对美元一共升值百分之十四点四，今年迄今则是升值百分之十一点四。 提到了这个国行金融市场委员会，它设立于二零一六年，由金融界的十五名成员组成。而这个十五个成员是在十月一号举行会议。该委员会表示，马币上涨主要受到联储局降息五十个基点，以及联储局进一步降息政策更加明确的推动。另外，支持马币持续正面发展的关键事态还包括了政府和国行鼓励政府相关公司。 政府投资公司以及企业将海外收入汇回国，并且转换为马币，这让大马外汇市场的流动性充裕，日均交易额创下了一百七十六亿美元的新高纪录。该委员会也观察到，在富士宗指表现强劲，以及大马和美元的国债息差正常化之际，第三季有显著的外国投资组合流入。